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拜年除夕半夜的暗夜新闻。我是李勇，先来关心高雄气爆意外发生多今天深夜，高雄体检署早晨指派检察官去勘查管线，警方屯检肃中心也得专业人员而清除管线烂坑的原因。不过林天光落个一场大雨，检察官等水处走的，中论人工怪的装的水库，也都行通去协商，发现了一块有七公分长、四公分。宽的栏杆，听过你爱采切松阳。普通检疏中心专业人员、国通体检署检察官乔少进去到现场，顺着立体的地方详细检看、勘察、详勘背锁。不过国通大造落一场大水，本国家立体的地方造成多的水，无法分辨到地图去调查。就算水利单位大造是开始管家抽水，现场还有一道水。警方指出，现场勘察和审理线关键烂体的背锁，有烂体可能的原因。现在是。要找其他的箱涵，我们进去看目视这个管线的部分有没有问题。那现在就在找有没有其他的箱涵，也有管线经过的部分，我们要下去看。因为管线当中，警方表示，要利用最酷后没破坏性的方式解掉沥青。再来，检察官的检疏中心三个人员，找来怪一种，引导箱涵采证。警方讲，调查没日常立场。应变中心可能已经有一些说法，那但是我们现在法律上可能必须还是要有严格的证明啊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再做一些更精确的分析。经过差不多20分钟的勘验，警方确认幅度融化四寸管线，又回答长七公分、宽四公分的栏孔切口当完整，初步安排可能气爆造成的，我是不断录贴，从将会拆解栏孔的管线部分，要求融化工程师对现场现场扣二百通日数。还有什么综合报道？今年也是高雄气爆发生过后第一年正常上班上课的日子，不过对充电站起开向上路的住户来讲，生活受到过严重的影响。不过店家生意还是爱做啊，因为店家若是有对后面门呢，西方的囤材料搬出去继续送货，等救援单位囤店头前受损的送货车吊出去站。本单查的高雄高下位开行路更加乱糟糟的，在后上班体验，大家过眼神呢，想办法来过日的。大早就过街，我坐几路卡，底含有密丝的木堵，我可能天然种子硬是关先系关好的么？按照计就系过少，都经下门客厅完全无计主家房间，每每一下陌生人又有两个意外的意外。啊！啊！又转来啊！啊！现太假咯，潘老板又突然恁讲，哎，突然恁讲，快望无彩啊！啊！啊！拄拄了啊！哎，迄个妹妹个，啊，看到佮讲，啊，你去总开关来管去咯。啊！我佫照上来，本来爱照个啊。啊！你有目镜有咧挂无？伊咧哩搞落。好，我来处理啊。快现三木风嘅所在点诶，有点人系用点门后嘅西风诶搬出各色嘅东西来继续做生意。有点诶已经等了两年，我看那救援单位马个时节就爱将点门后废铁的松柏茶吊走而去葬。有点诶还将门来开，直接将判工作搬到阳台下，拿出相关的资料，规模下我联络银行送货的事情。那两辆车子都在前面啊，而且没路啦，真的很困难，因为我们这水电材料都是靠运输嘛。那难的话就不能运输的话就很麻烦啦、啊。所以我们还要在这边待命，还要等。等是要等什么？等他们来吊车子，我还要把车子移走啊，要去修理啊。也是今生日过后的水天吹了风，气爆发生都建筑在看那一个点地度某速度体态的影响，行出一个点的度，虽然讲点门后没系某速度体态的影响，不过看那双方爱查的变作案呢，还够条件的态度变作案呢。说不得，路没是讲不得。对一条材料供应商来讲，体力上班上考验，连温用的皮肤正常的承担哦。以上就是记者范克雄、陈心怡在高雄快线路带来的采访报道。